这次要在我们这儿说相声，打算跟我们这个几位青年演员合作一个什么相声？我跟振鹏和那个应泉呗。本身我们就很有默契啊、哦，真的。对，那今天打算来一什么作品？今天咱们要演这么着啊？你看海燕姐呢是影视演员，对，咱们是相声演员，对，我们说一回呢，这个拿一个老相声，嗯，说点这个影视啊剧组这点事儿。旧瓶装新酒，就这意思、嗯。把这个影视的这些事套在一个老的节目当中，老的相声当中。嘿，太好了！接下来舞台交给海燕姐、印泉、振鹏。好，您看海燕姐呢是影视演员，没错，咱们是相声演员、啊，所以今儿咱这个相声呢就说一回啊，影视那点事儿。可以啊，哎，跟影视剧组得有点关系啊。嗯、那这么着，咱先分一下角色，好啊，好不好？这个分角色呢，那我先来啊。您看我在剧组来说呢，我得是个投资人。就您不行，哦、您我这镜头不行、啊，你这太薄了。投资人都是大肚子什么的，哈，不是对什么？不是，您看我是我这个身材是薄点儿，咱家底儿厚啊。哦，有钱，有钱就完了，是不是？对对 对, 对。哎，这个海燕姐就不用分了，人家是影视演员呀，啊、本色出演，主要就分一下她这个角色。我在剧组里头 啊还。不可缺少的一个角色，我这个形象、这气质、这感觉、这劲头，甭问了，您别往后说了，溜溜您别嗨，好，别的，导演呢？谁、啊？咱们是导，这往这，好嘞，这个高点，把这站，好，哎呦呵，准备，哪是导演，哪有你这样的？您话都不利索，您干不了导演。导演呢？咱们是、啊、我跟您说，早给您选好了，我是送盒饭的。哎，这个行，像啊、这行，晒挺黑，送盒饭，对对 对, 对，没您大伙儿吃不了饭，没错，这挺重要的。哎、行，罢了。咱主要是玩这游戏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咱们这么着啊，说这么四个词，哪四个词？糊涂明白容易难，跟咱们仨人这角色都得有关系。哦，哎，明白这意思了吧？我这明白了啊，那就行了，明白了啊。谁先来呢？我出的主意，我先说。行，打个样您。您是什么角色？我是投资人呀。罢了，剧组里头您是投资人、哎，很重要。投资人，哎，什么糊涂呢？我就看剧本糊涂。那有什么糊涂啊？送的剧本太多呀，啊，什么戏都有啊，什么这个枪战的、言情的、古装的、现代的，我不知道投哪个，我糊涂。哎呦，你这有钱随便投一个得了呗。就是啊，咱干事得严谨呀。那问问您啊。啊。怎么又明白了呢？投完了，戏拍完赔钱了，就明白了。完了，就明白了，还是挑错了。从您这角度来讲，哎，什么又容易了呢？什么容易？拍场戏它容易，快呀，对。哎，什么难？哎，这戏拍完卖出去难了。嗯，还真说上来了、哎、当然说上来了。哎，我说完了以后、啊、该你们俩谁先来呀？这卖盒饭的先来，送盒饭先来、啊、送盒饭先来吧、那我也问问您、哎、送盒饭的啊、什么糊涂？我呀，嗯，一到这剧组我糊涂啊，这有什么糊涂？您琢磨，这边有追车的啊，这边有出殡的，那还结婚，这边打枪战，腾腾腾腾腾，还挖着这壕沟啊，还有血，我一瞧这也真糊涂。行了，您给解释解释吧。那有什么糊涂、啊？那是我们的场景。对，这个整个这地方好多场景，搭的景儿，对，都是假的、哎，都是假的。行，知道了。他不明白可以理解啊、哦，这是糊涂。哎，怎么又明白了？我见着您我就明白了。哦、见着我明白了。您是这投资人。对呀、啊。您花钱订我们这盒饭。啊，见着您一见如故，高兴，明白了。一见如故，那就见我明白了。哎、对了，怎么容易？我容易啊，嗯、发盒饭容易啊，啊是老本行嘛，给出去就吃就完了。对了，那怎么难呢？管您要钱难呢？啊，您还没给结账，没给结账，刚饭都吃完，你怎么不给人结账呢？还没上劲，上了青一块，上了青一块给一块给 一块啊，咱俩这么着，他说完该您了，给就行，该您了啊。您是演员的，对对，演员可得有这四样，嗯，挨个问您啊，嗯，说您演员什么糊涂？我这一进剧组糊涂了。您是演员，怎么进剧组糊涂呢？我不知道谁是男一号啊。您找男一号。对呀，我们俩有对手戏，我得找他呀。那您是女一号啊？这我不是，我是女三号。也不是。那啊，那您这什么意思？我这到剧组三天了，还没拍上我戏呢。啊，等三天没拍上您。对。啊，群众演员您那是？这不是群众，也挺重要的。啊、行、嗯、啊，那甭管是什么了啊，这您糊涂了啊、嗯。那怎么又明白了？我这一看呢，啊、长得像女演员的、嗯，那就是个男演员。哎。长得像女演员的就是个男演员，对，好，这听着越来越闹得慌了啊、嗯！行，那这个什么容易？就一句台词容易。您这么大演员，一句台词？就一句。哦，那怎么难了？
这个三天没背下来，难了。哎，好，什么演员一句词三天没背下来？根本就没背下来。哦，咱这么着，咱换一个，换几个词儿。行，再来一回，换几个词儿。行，咱这咱过去啊。说什么四角四方，什么摆在中央，什么一来一往，最后呢增加点文学性，咱们落到这个江洋哲上，说四个字。这太难了，我不玩了。您这不玩不成，您这说好了就有点难，这个必须得说。哎，我说的我先说呀。那您先说啊，我先说。那我问您啊，从您投资人这角度来说，什么四四方方的？这不用说呀，咱签那合同四角四方。嘿，说的还挺对啊。对呀。什么摆在中央？哎，盖那章。摆在中央，什么一来一往？哎，这个演员签合同的演员一来一往。对，哎，最后您说了，落的这叫江洋折上四个字。您这是我们这个戏的名字，《大男人帮》。好，嚯，您这名儿棒，这名真好啊！哎，不提这个啊，不提这个，该你了，该到我了。该你是这个送盒饭，我是那送盒饭的。哦，我问你啊，这送盒饭什么四角四方？有了啊，四角四方啊，是还真有。您看啊，盒饭饭盒，四四方方的，确实是啊，没有那圆的。哎，那什么摆在中央啊？咸菜摆在中央，这对剧组啊，我们吃饭那个菜啊，咸淡。中间的主菜就能弄咸菜，我们就还给您弄您提这干什么？什么一来一往？苍蝇一筷子呀！啊，吓我一跳！你筷子吃饭，筷子这样来回来，对，觥筹交错，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啊！最后，那你这送盒饭。四个字落到江洋哲，又臭又脏。您说什么呀？这个又臭又香，那也不像话。怎么不像话？中间那咸菜，你知道什么？什么呀？臭豆腐，闻着臭，吃着香。他还给解释出来了。对，行行行，行，臭豆腐，臭豆腐也这也算咸菜啊。对，他说该您了，该我了。您是演员啊？啊，该说这四样啊。我问您，什么四角四方？女演员的脸四角四方。哎，您等好。女演员的脸呀、啊。女演员的好看吗？四角四方。怎么不好看？你这大四方方的，你这大男人帮，你这女演员不长得像个老爷们似的，那能演吗？您对对您这剧组男的像女的，女的像男的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这样。现在都这样。女演员的脸四角四方，什么摆在中央？女演员的嘴摆在中央。您这行了，这更不像话，别起范了就啊，不像话。怎么不像话？那谁都那脸那鼻子在脸中间，嘴怎么能在中间呢？我跟你一解释你就知道，这个女演员脸呢，她嫌自己脸方嘛，哦，就垫了个下巴啊，这下巴咔一垫，你看这嘴不是摆中央了吗？好，这这明白了吧？明白吧？对，把嘴都垫到中间来了。对呀，那这下巴嘛，这就算手术失败，您知道吗？谁说这也好看？这算摆在中央啊？那什么一来一往啊？那这个嗯，大嘴巴子一来一往，你怎么还有大嘴巴子事儿？当然了，我们这个戏有这么个段落，就有一个投资人呢哈，他不给人结账，然后我咔抓他鼻领子，啪啪俩大嘴巴，这一来一往，这桥段听着耳熟着了。对，行行，这一来一往啊，那最后您也得落这个四个字上。那就是赶紧结账，哎，赶紧结账，就是你赶紧把账给结了，人家都犯愁也犯愁，是是是，行了行了，这相声说完就结账，好不好？就说完就结账啊！行行，最后咱再来一回，简单一点的啊，说一回呢，什么大什么小，给谁的多，给谁的少？哦，啊，还是从您开始呗，还从我说呀？那就您来说，投资人啊，什么大？那用说吗？投资人剧组里我最大。对，这什么小呢？什么小？这个你送盒饭的最小啊。嗯，哦，我就是那个小芝麻绿豆。那可不要问你，那你最小。行行，我认了啊。那给谁的多呢？给那明星大腕给的多。现在都分这片酬啊。给谁的少啊？给我自个儿给的少啊。您这不对，您投资人怎么少呢？就算都赔钱了，可不少吗？对，也对，有道理。我雇着演员三天背不就一句词，那可不嘛，我得赔钱。哎，不，该你了啊。我问你送盒饭，嗯，什么大？什么？嗯，剧组什么的，这个干嘛呀？哎，您投资人最大呀！我说完的，你不能再说了。我哪儿大？我您大，您多么呀？啊，我什么呀？您那脸大呀？对，我这脸还大呀？多新鲜！您连账都不结，您那脸多大？心多大？这要不提这个，对不对？行啊，那什么小？您心眼最小。我心眼还小，到哪儿啊，针尖麦芒全算计着。您不心眼最小吗？说的对，过日子一样，必须得算计。那不对，您不能不给我结账啊。给谁的多呀？给女演员的最多呀。人家就是我的请的，人家明星大腕给的多，正常。那不行，那再给主要演员嘛。但是最后啊，给谁的少？给我的少啊。给你什么给少啊？您钱给的少啊。老想着这盒饭得结，不给人结账，一会儿就结账，一会儿就结账。最后他说该您了啊。行了，我问您，我什么大？
您投资人的投资最大。您这说句实话，对，确实是。什么小？您的回报最小。我还是我姐疼我啊，给谁的多？当然给女演员的最多。您怎么也提这个？给谁的少？给人家送盒饭的少。对了，给我的少。您干嘛替他说话呀？这送盒饭的呀，他是我老公，一家子呀。